近日，二人转演员赵本山女徒胖丫因销售假药被判有期徒刑3年。23号，有媒体报道了庭审现场画面。被问及对于自己行为的看法时，胖丫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镜：也没有文化，这小学文化，也不知道这个是假药，然后犯了这个国家的法律。这番说辞当即遭到检方回应，有没有文化和是否触犯法律和一个人的良知都是不对等的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